哇，我们这已经是它没有很上色的颜色了，效果还蛮野的。你看过那个什么云海翻腾孙悟空吗？那里面有那个万妖女王，就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就小时候那个电视剧，给你靠近看一眼，就这种感觉，像那个万妖女王那种纯色，牛啊，这个颜色，像一看就是坏人会涂的颜色，正义人士离这个远一点哈。然后我觉得蛮就中毒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哈，有那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一试哈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涂这根口红，之前这根口红都是新的，你看非常新，今天第一次涂，噎到，真的很扎眼。この女郎の女花はヤン、ヤングスターになれ。好，对的，就很野性。蛮配这个痣的，倒是感觉就是那种坏人会有小坏坏。那没办法，我今天衣服都是带白蕾丝的，涂不了这种野性纯色。如果我今天穿那种 S 队，那个 S 队有几套蛮好看的，有几套。